主料：黄油100克，低筋面粉100克，玉米淀粉100克，熟蛋黄2个，糖粉40克。辅料：蔓越莓干30克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黄油软化，加糖粉打至蓬松状。鸡蛋煮熟，剥去蛋白，取2个蛋黄筛入黄油中拌匀，加入过筛后的低筋面粉和玉米淀粉，击碎的蔓越莓干碎，用刮刀拌成团，装入保鲜袋，放冰箱冷藏30分钟。取出后平分成20克左右一个的小球，按点烤箱预热180度，烤10到了12分钟左右，微微上色就可以了。成品。烹饪技巧，各家的烤箱温度不同，最后几分钟在旁边观察上 SE 情况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